胜算。 哎呀！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这得被打一半血。我操，这伤害是真的离谱哎！这一个E中了之后，感觉就要死了，我操！ 这到中后期啊，左翼的 E 是不能吃的啊，在没有进化的这情况下，如果中了左翼的 E， 左翼一套就把你带走了。哦、oh, ，no！ 会不会杀我呀？我这波血炸，真血炸，兄弟们！我这波丁线亏烂了，真的。 这波经验真亏炸了，兄弟们！你估计打不过吧，大哥？这波是过路的，你他妈打那么费劲儿，你打个嘚儿啊，你打！ 是吧？我的舞台很大呀，兄弟们。我感觉我打韩服没吧？我感觉我打韩服没吧？舞台都很大啊。在这个满是高手的大染缸里，我说实话，我被当仁不让。 我打了韩服这么久啊，主要是我分数还不够，还不到 faker。哎，我可以杀他，但是我得吃这果子。哎，我速度又慢了。哎，我算了，太慢了。
我直播第一时间是皇上靠吃果子才死了。我分数啊太低了，排不到 pick。我最少感觉最少，我那时候600点的时候其实能排到了，但是又掉下去了，嗯，很白。啊，卡了，这下路完全是看不见人的。我都说舞台很大了嘛，为什么不相信呢？这辅助怎么死的？哦，一定杀的。哈兹哥，你别刷野了呀，大哥，你还刷？这不你直接来呀，这不是个机会呀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好像有个闪，我看。当你感觉我，我没有抬头，也陪你抬头。是吧，我有预感，兄弟们，我又是 MVP 啊。啥？那怎么搞？这个是真没什么办法，我得下去。这人呢，我要不要下去呢？我要不要去 K 啊？我看一下，没人，那可以 K， 可 K。啊！我二速鞋，兄弟，你跑不脱，跑不脱，妈老脱。我操！这人头一拿，我就可以出路灯了呀！这什么鬼呀？这是落地落的啥呀？这落地！哎呀，脑瘫，铁脑瘫！这什么东西啊？他要出什么啊？他要出那个吗？鬼，那个电刀是吧？好好的 AP 出什么电刀呀？你左翼还缺那个吗？清线能力吗？他必死这波啊！我说实话，这波换你们来飞都杀了。
真的，这波换你们俩菲亚都杀了。感谢烟送的血瓶，谢谢，晚上好。凯白的英雄啊，容易掉经验啊，是没办法的事情，因为你要跑，跑的话得掉经验，要跑到飞得好的话还好，要飞得不好的话，说实话，那就是人财两空，雪上加霜。小鱼这英雄感觉跟风女差不多啊，比风女有点进攻性，这么说不过分吧。从前过去一切灿烂，我的法力流血带都没叠完，可想而知我这个基本上这把是没什么对线的啊，就是前期过完之后就基本上就塔一掉就没对线期了。别躲呀大哥，我哎呀。哎，我是不是可以走的？但是卡斯克来了，让我 W 漂亮。卡斯克来了，我就没走了啊！是不是我可以走的？结果我直接原地飞就跑了啊！结果我必须要飞才能走，就是进化解答之后我直接飞就好了。但卡斯克支援过来了啊，那我还怎么飞啊？那我肯定要跟他。干一手，你看，释放不死就好了。释放不死，我的这个杀人术都杀人界都失衡了。啊！我操！你不在。这阵眼为什么不插呀？这阵眼留得上身弹啊！这阵眼留得上身弹啊！这阵眼。
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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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专注。你到底要去哪里？我去哪里，你去哪里？我去哪里，你去哪里？跟屁虫啊！这买了之眼又不杀，然后再卖掉再买。这不是出杯吗？哎，兄弟们，我觉得我打的真的不错哎，兄弟们，在阿拉丁的啊，我如果以后去打职业的话，你们会不会支持我啊？在台下喊我护神，我护神，举着我的灯牌啊，我护神我爱你，这种会不会啊？你们千万别这样啊，我社恐。别看我在网上啊，这个说话还行啊，我要见面了就不行了。姐妹，你们要这样子的话，我可能会有点不好意思。手足无措啊、嗯！你们在干嘛，兄弟？怎么送起来了呀？大龙没刷，我允许你们稍微失误一下。大龙一刷，我劝你们好自为之。拜，打不过你，我还跑不过你吗？什么人都敢骑我脸，你说这是不是？一个泽利啊，开个吉宝要骑我脸。但是打比赛的话，其实我是有优势的。为什么？是什么优势？就是我的五个队友可以帮我搬英雄啊，搬五个我不想面对的英雄，比如森拉斯、塞拉斯，比如。维克托，比如交给你们。这为什么算这么高的吗？这队友在干嘛？这要不了了呀！给了给了给了，就直接给直接给，别犹豫，去了就白给的，去了也是送死的，别去了别去了。去了也是送死的，别去了。上大塔吃不到，经济跟不上，我必须要吃掉对面上路二塔，然后补一个火炮出来。
哎，等到这波我还不如直接上都去上路呢。你少说点话吧。哎，这波我应该上去上路把二塔拿了。上路二塔最后环节，这卡斯克得跟人啊，这卡斯克得跟我呀。 一头狗屎啊！这波，哎，这波我飞的位置不对吗？我这盲僧战斗力好猛啊！为什么？我没护甲是吧？他装备也就这样啊！我们，哎，他主要是总是能在我们脸上跳来跳去的啊！ 上单这装备其实很差的，屁用没有，我感觉啊，他还打得这么艰难，换掉了还行。我 Q 的太刁钻了，我说实话啊，防不胜防。我的 Q 啊太刁钻了，真的。 拼惩这样的，我觉得你们应该并不想拼惩，我说。
停手停手，哎对，你他妈还想杀我，还想杀我，死一次比一次的，我操我操我操，我这魔法双子不这么猛啊，我觉得我也很猛，但是我跟他比起来就没那么猛了，哎能不能闭啊大哥啊，别追了，这样子的话就很那个了啊，这样子我就可以很可以接受了。别眨眼！打卡有卡牌的局，他不带进化，我说实话就对我看不起，看不起我，看不起我，就要让他付出代价。对面的 AD 也是一个国服玩家，叫赵阳啊，你们有认识的吗？有没有认识赵阳的兄弟们？我现在可以单杀对面的这个小局啊，但是我不去了，懒得动了，没必要，可以杀但没必要。我操，这是这么高吗？白给这个什么来着，这个左翼伤害是真的挺高的，我开始我的带线了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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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就这弟弟，哎好恶心啊，这盲僧你怎么这么恶心啊，你让我感觉到恶心你知道吗，就跟一头大便一样恶心，加油，帮我爆头，爆头，你什么操作呀，你这爆头，血恨爆头，我操，回家被打断了，扯淡吗，
啊，我这波，哎，我应该闪草里的，闪草里的话，让他们瞬间丢失一秒视野，这样子的话，我生存的几率应该大很多。太恶心了，太恶心了，真的。手留着啊！他不仅可以加法强和生命值，还可以加我一个神话装的一个被动。还有人吗？我兄弟呢？不是你们后面在打谁啊？能不能告诉我一下？不是你们后面在打谁啊？这人全在我脸上，为什么你们人跟不上呢？别让盲僧绕路了呀！快快快快快快来吧！飞天螳螂，哎，本来这把是我的 MVP 感觉，但是我为了队友打开局面啊，牺牲了自己。主要是我没起跑。没击跑啊，是真的很难搞啊！你看这两波要击跑啊，就完打算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没有击跑、啊、就真的有点难搞。但是打左翼呢，进化又不能不带啊，这不带的话前面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其实对面这把上单是没什么用的啊，这小鱼屁用没有。屁用没有，很多小伙伴想看我输电刀啊，今天他来了。不好意思，钱不够，打扰了。这电刀那么贵啊，我操，那么贵。很多小伙伴看我想看我输电刀，今天他来了，普斯华犀利无比啊！哎呀，我操，雷电！这有点像我以前玩魔兽的一个那个谁，他就有个技能，那个 C 那个狼是那个老狼人的那个技能哦。对，先知，对，闪电链啊。
我都忘记名字了，都好久没玩魔兽了。干你小菊！没视野了。哎，那我这不是双电刀吗？我有龙，我有这个海克斯龙魂，再出个电刀，那我不是双电刀吗？哎，穿斧子跑哪去了？对吧？那我双电嘛，龙魂电一下啊，电刀电一下，电死他。